太好了，我们赢得这场公牛争霸赛的竞标冠军啊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姐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废品大亨啊！我目前呢已经把我们仓库的东西都卖光光了，现在钱来到5585块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电脑现在还有什么任务要我们去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邮件啊，目前有两个，一个是摩西爆炸，要去找这个，我们先接受好了，找到鳄鱼先生。有475块，哇，他还是竞标的。那我觉得我们先来解这一个好了，这个是我们上一次、上上次还上一次的吧，而且他叫我们要带上一大笔钱。那我们目前有5585，应该是够吧，好不好？各位来买个一桶吧 ，Let's go。OK， 各位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、按个订阅，585嘛，我们就来突破585个赞 ，Let's go。好了，各位来了，哇，看起来是可以得到这台车子的竞标大战。现在看一下这个干嘛啦？你可以在小型拍卖会展示你的技能，胜利者是在仓库找到最有价值物品的人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去买到这些仓库，然后把东西找出来，看谁能够拿到最多钱就是了。竞标大战就可以得到这台车子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附近，我们先找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找，拿出我们的小鸡鸡。嗯，这里应该不会还有什么黄金卫生纸吧？不晓得，我们就先能够找的我们就找一找。垃圾袋，这也是支撑我们资本的一个部分啊。这里看起来没什么暗门的，好吧，各位，那我们应该就要准备来开始竞标的部分了。先来跟我们的竞标先生讲话，开始嘛 ，Yes。哦，还有这么磅礴的介绍啊 ，Duke， 这个是龙夫人嘛，对不对？蛮常来我们店里面的。这个最好笑了，这个每次哦买一买东西，又拿那个东西回来买你，真的是哦。那这一个呢就比较穷一点了哦，通常讨价还价一两次他就不要了。公牛竞标大战，对，你看右边我们就是要开始竞标了，所以我们就一间一间找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谁能够找到最多，所以那个价钱应该是保密的。来，先来吧。那有观众跟我说，这个在竞标的时候呢，你就不用跟着喊，你就等到最后人家结束的时候，你突然杀出个程咬金，这样子你就会省下更多的钱哦。那我不晓得这边到底会花多少，而且我们只有5500。来了，各位来了，好，重要的一刻就是靠我们了，所以叫我们啊550给他拿下来啊，啊550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550拿下。耶、yeah, ！各位，我们换550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那我们先来找，看有什么东西能够找到的，尽量找。38块，珍珠哎、欸！哦，有没有？它右边的那个竞标大战那边就显示说你找到了多少钱，所以能够用我们就尽量找。你看550几块，目前是找到了多少钱？就这样，多100块也太少吧？温暖哦，有可能是隔壁的，我来猜。637块应该够了吧，比我们起标价还多了100块，应该是可以的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第二间哦，继续竞标起来，最后再举手就好了。起标价600，嚯、哦，这间值钱哦，1000，哇，这里居然要1000哦，我们还有几间呢，我怕我不够钱，喊起来。挂了。耶、yeah, ，第二间持续拿下，好来，各位我们继续找起来。我想，什么鬼？啊？没东西啊，机长狼，仔细看啊，不要漏掉了一丝一毫啊。蜡烛、哦，哦，这么大声的、啊，吓死我了！这间怎么都没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居然喊到1100块，有个十字弓，215块还不错。狐狸先生105。又有机长狼，我们刚刚地上挖出来的应该是机长狼了，还好多狐狸先生啊，这没了、欸，真的没看到东西了。好，各位确定啊？这边了啊，上面还有一只啦，没注意到，这应该没了吧 ？check 一下，好，没了 ，Yeah， 下间，间弄的超像那种加勒比海的，那底价才200块、啊，300了，50啊，这样也行哦。450拿下这间加热比的哦、嗯，好了，接下来要开锁，哎、欸，不用开哦。OK， 哎呦，还拿不太起来呢。哦，
啊，怎么会掉那个洗衣机下来？夸张啦！哎、欸，这间赚呢、欸、哦，洗衣机啊，还有这些，哇，打扰了，船长先生。哇塞，他骨头有一个饮料罐啊，里面是饮料罐，骨头不能砍呢、欸，骨头不能砍。好，一样检测一下，难怪这么便宜。这底标价也太少，那我们现在已经买下了三间，所获的钱是1842，那接下来还有吗？还有两间，我们的第四间仓库，来吧，400块起标，没有人喊，我要喊哦，800拿下了，800，秘密，不要跟我抢了，耶，800拿下，好，各位，这间一定比较值钱，光看这个，你看，什么神啊，金身的感觉呢，哈，还有小号。那就几百块了，然后还有宠物的柜子，这台超赚465，这个我有卖过一台小马玩具，我们现在才累积27多，好来看一下小鸡鸡，能，好，那我们就剩下最后一间哦，这间玩就是真正比赛的决定了，如果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赢得那台车了，来吧，加油，我想赢得那一台。起标价500，算高啊、哦、来了100啦，各位拿下，嘿嘿，赢了，各位我们赢了，哦，你这件还不用收我们就赢了，哎，耶、yeah, 啊，为什么是他领奖不是我呢？好了，哥，我们已经赢下了，太好了，所以待会我们可以把那台车也拖回去了。三子龙卷风啊，午餐盒，哦，这个啊，这才85块，太少了吧？餐盒都45块，那个才85块，这250。南大洋线材，安全帽，哦，这件好赚哦。这个，哎，这不能拿哦。好，跟我们是5500多块来的嘛，5500多嘛，对不对？基本上我们应该划算吧。那我来看还有什么可以砍啊？这可以砍了，我们收集一下零件吧。能，好，没有了。所以你看，先买了这个神兵利器呢是好的，你看他们都很失落，因为没有一个赢我，而且全部都被我拿走。好，来吧，我要把赛车拖掉了，正在等待哦，所以已经直接完成了，他连运费都帮我们送了就对了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去了，是不是 ？Let's go home, yes, 太好了，我赢得这场公牛争霸赛的竞标冠军啊！是，哎，有黄金卫生纸哎。在哪里啊？我去找一下，在这哦，在这附近哦。这个应该是指这台车吧？还是这个车可以爬上来？哇，这上面也没看到任何的东西啊，而且跳不上去了。黄金卫生纸在哪里呢？之前这个的话是类似在一个门的后面，然后我把它打破。就可以过去了。我明家啊，上面也没看到，不晓得在哪里，没看到黄金卫生纸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吧。Go！ 各位，如果你们知道在哪里，再跟我讲，好吧？这里应该够让我们赚一笔钱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要睡觉了啊！我们现在睡觉好了，看看又梦到什么了？还是一样。礼拜二、欸，怎么又是礼拜二啊？好奇怪啊，为什么都是礼拜二啊？各位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任务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赚一点点钱，然后稍微把我们这边再改建一下下。我们上次改了这一个铁架的部分了，然后这边其实可以再升级的265，我们直接换一个比较好看的。哇，这个要875哎，但我们没盖过，我们盖一个看看好了。哇，帅很多哎，马上给它卖起来。目前没有。我们还没下货，叔叔下货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哈。哦，这个感觉漂亮很多哎。OK， 有了，古老的大众。那我们试试看旁边这一个，也把它改良一下。这个是大型壁挂架，最贵要960，960买不起，最贵要1000。哎呀，我想要一次换就换好一点。那我们还有875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再换一下好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有两个高级版本的了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全部上架，然后等一下如果卖到更多的钱呢，我们就再把这边呢都给它再弄一弄。哇，感觉高级很多哎。哦，十字弓。OK，
那我们就看看，如果卖到这两个，你看这个也是机长啦嘛，但是它在比较便宜的货架，这个也是机长啦，但是比较高级的货架，到底这样卖出去的话，会不会有差价呢？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我们这个还没遇到给大家看哦，这个待会如果有人来卖呢，顺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开门啦，欢迎光临，来了。来了来了，哎，各位，我们先看看这个大哥，这个也是非常很爱杀价的人，试试看，这头卖了101哦，好不好？ 101， 而且是在高级的地方，然后这个等一下试试看，哎，怎么又是机长了？外面有人来卖东西的，卖椅子，微波炉小姐啊 ，OK， 减五块啊，各位就是这样，他拿东西来卖，我们就可以跟他杀价，拿到越便宜，我们卖的话赚的越多。OK， 41块成交。好，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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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买车了，阿尼基，80块啊，才加80多一点嘛。好，280成交了，1080 ，Thank you， 祝你开车愉快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刚刚是101嘛，看看这个农夫人买这个多少钱？18块，101嘞。好，109，差不多啦，好，没有差的太多，但这个还是考量到你当初是多少收，或者是。找到的价格是多少，也是有差别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有3800啦，我们这个货架来把它改到最好看看，最好1000块，改起来，哇哦，哇哦 ，amazing 呢，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也把它改改，改成顶级的，960块，哇，整个时尚了起来。这边还有一个没有弄起来，这个1000。各位火起来了，火起来了！我们还有800多块，820，有没有？剩下27块，穷到爆炸！各位，基本上啊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大致上就先到这边哦，完成了这个公牛的竞标赛，让我们的店呢，哦，把一些货架哦都升到高级、大型、中型都有。那我们下一次呢，就要再前往这一个哦摩西爆炸的部分了、哦、哇！毕竟这个还要存到5000块以上，要再去竞标找到这个鳄鱼先生哦，所以我们再努力把钱再赚回来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收看啦！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、按个订阅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858赞，我们就下次废品当再见，大家拜拜。